名就干杯，韩国瑜为选票杀红了眼，笑称选情是作恶忘一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拿出卖菜人刻苦耐劳的精神勤跑摊，赶快跟着苹果小跟班一起来看看韩国瑜的 crazy day 吧。头戴棒球帽，身穿深蓝色短袖 T 恤，外罩青蓝色背心，搭配西装长裤，韩国瑜身形显得单薄了些。十年，68公斤变成63，几十年来最轻。连侯友宜都曾心疼他，变得388。韩国瑜说，起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去找选票，抢票之旅 ，Go Go Go！这个人爱唱歌，爱喝酒，爱交朋友。有的时候一兴奋呢，就哇，就大杯小杯这样喝。我年轻的喝酒很厉害，现在年纪大，喝酒大概眼睛就会红。哦，这个就是说不要再干杯了。欢迎大家找我喝酒。欢迎大家找你。不要干杯，不要逼迫我干杯。嗯。风趣幽默的韩国瑜还吸引许多师奶要求合照。男女通吃的群众魅力十足啊，不过都已经下午3点还没吃午餐，而内心态干没看及，因为这段时间下来体力消耗比较大，胃肠当然也比较差。坐上公务车，紧握每一张选票的手，喷喷酒精杀菌，终于可以剥颗茶叶蛋充饥了。民主政治可爱的地方是选票是来自基层一票一票投出来的，所以必须不停地跟基层接触。真的，韩国瑜直来直往的个性也不拘小节，连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台上致辞，您瞧瞧他老兄在干嘛？唔贪哦，安内无礼貌啦！你以为韩国瑜的一日行程要结束了吗？不不不，他晚上还要去和年轻人把那林密鲁，好吧。已经疲累累的小记者还是先完成请韩国瑜用无他自拍的使命再说。你喜欢什么角度？我喜欢任何一个角度。好，头发多一点。头发多一点有点难哦。1 2 3 press 3 2对，我见犹怜了。这眉清目秀的长相简直就是大女儿韩冰嘛，难怪一堆宅宅都想叫您岳父啊。苹果日报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